第一个哈，所以按钮，因为上礼拜有讲过了，所以你们自己再加一下，在哪里呢？开发人员里面有没有插入这个按钮？不是这个哦，是这个哦。OK，你就自己再拖拉这个，并且在上面加名称，对应到我们刚刚写的 sub，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需要的按钮给把它做出来了。OK 哈，这边有没有选一个？我先把这个名称复制一下，确定。然后这个的话呢，就直接什么，把刚刚的复制贴过来就可以了。那就一个、两个、三个，然后呢，你就可以去 run 它了。所以这个做，假设三个做完啊，这个就输出公式。这个的话呢，最后的结果。OK 哦，那哦，这个部分的话，请各位就是把刚刚的部分哦，把它完成。那最后的话，剩下一个自定函数，那这一题就大功告成了。那所谓的自定函数哦，特别注意，其实你可以拿刚刚的这一个程式来稍微做个修改，应该就可以改得出来。那怎么改哦？首先第一个，如果我要增加一个自定函数的话，记得哦，自定函数呢一定要写在哪里？写在模组里面哦，因为我刚之前蛮常遇到同学写错地方，结果没办法 run 啊，记得哦，一定要插入函数，因为之前有同学呢写在哪里？就反正点两下打开，看到白色的写完之后发现奇怪，写的东西跑到哪里去都不知道。记得不要乱写哦，一定要写在哪里？写在模组哦，有没有？所以你看一下模组，如果没有模组，你就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就可以了。记得啊，那也不要没事，因为之前有同学还发生过什么，他遮住对不对？他就没看到模组，就一直插入模组，然后一直插入，一直一堆模组，然后最后放哪里他也找不到。我是建议你就一个就好了，暂时先一个，OK 哈。所以你这个不要的话，移除，按右键移除掉，要不然会就 for，OK，一个 module 一嘛哈。那这个名称可不可以改？可以啊，下面不是有个属性，属性里面不是有 name 那个 name 有没有？你可以改成别的都没关系，比如你要改 AAA，Enter，名称就改了，OK 哈。那最后的话呢，我们最后写 function，那 function 的话呢，我希望这个 function 哈。就不是按按钮，而是插入函数可以找得到的。那怎么做？一，记得哦，你这边开头一定要叫 function 哦，空一格。那名称叫什么呢？名称也许叫这个"刮胡自串函数"好了哦，我习惯就是在这边加个"刮胡自串"，空一格哦，然后加名称不要跟上面一样，所以补两个字"函数"好了。好，然后按 Enter。你会发现它自动会帮你加 end function，OK。第二步的话呢，你要跟它要资料，怎么要资料呢？要什么资料啊？要参赛者资料。所以呢，你可以什么，在这边刮胡后面哦，干脆直接叫它参赛者资料，直接放哪里呢？放刮胡里面哦，它就跳一个框框出现，参赛者资料给我吧，有没有？就一个视窗。好，那它会给你参赛者资料，不过参赛者资料好像太长了，干脆叫资料就好了，OK 哈。好，再来的话呢，那我要怎么处理呢？他给我资料，所以我要找找看资料里面有没有什么呢？有没有前刮胡，有没有后刮胡？所以哦，你可以拿这个来改，在刚刚的程式哦，for next 不要，中间这五行你把它复制一下，贴到这边来。那缩排太多怎么办呢？缩排是按 tab 键对不对？你可以按 shift 加 tab。Shift 按住啊，再加 Tab，往前是凸排了，好，往后，缩排，跟这样，按 Tab 是缩排，按 Shift 加 Tab 是凸排，凸排的话就是往左就对了，OK，那把它排整齐哈，然后再来怎么做呢？特别重要，只要是 Sales 的这个物件哦，一律改成资料，Sales A 有没有？特别重要，他给你资料对不对？所以呢，意思是说哈，他给你这个赵大鹏。或流云，那你就去找找看这个资料。所以哦，如果里面呢是 Sales A 的这个资料嘛，储存格 A 栏的哈，你就把它改资料。所以这边的话，其实只有三个地方啊，改一下。那这个前面这部分不改，最后还改一个地方 Sales 的 B 栏，意思说返还的结果放哪里呢？特别注意哦，它是放在储存格里面，对不对？那如果方选它不太一样。它是互动的，所以哦，请特别注意哦，请你把这个 function 后面这个名称有没有复制一下，把 sales 的 B 栏这个资料嘛，把它贴上。
意思就是说哈，它切割完的资料就帮你把它放到这个function，function可以暂存资料，然后因为你滑鼠放哪个位置，它会把结果帮你 return 到那个储存格里面去，大概的逻辑就跟刚刚 sub 完全不一样哦。还有一点哦，特别注意哦，如果你是写 function 哦，你不是直接从上面执行 ，sub 才是哦。那 function 怎么执行？特别注意哦，我先把这个清掉，从这边执行插入，特别注意哦，里面的话就会多一个使用者定义了。这个是当你的模组里面有一个以上的 function 才会有这个东西。好，我们刚刚有加了哈，那就选择使用者定义，然后里面的话应该会有个叫刮胡自串函数，有了 ，OK 哈，按确定，所以它跳出来怎么样？它会跟你要一个什么？要一个资料 ，OK 哈，它跳出来，有时候跳比较慢 ，OK 好，然后呢，再来的话呢，我给它这个资料，赵大鹏，有了，有没有？所以我就给它，有点像是互动式的吧，哈，这个我给你哦，然后 A 2里面的东西叫赵大鹏，好，然后我程式里面呢就把这个资料放到那个参数里面，然后帮我去找 A， 再帮我找 B， 然后呢，如果 A 如果不等于0的话，帮我切割得到结果啊，里面应该因为里面等于0，所以按确定，再往下填满，那你会发现哦，好像已经接近了。但是好像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为什么是零呢？主要的原因我们来看一下哦。因为哦，假如说刮胡自串这个函数哦，它的预设值就是零。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没有去给它其他的值的话，它还是永远是零。所以有两个解法，一个解法是什么？你干脆这样啊，在第一行做什么？把刮胡自串函数哈，直接怎么样？直接先预设值给它空的，这样就好了，因为它原来是0嘛。那我第一行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是0，你就是放一个空自串就好了。哦，就这样哦。所以啊，如果做完之后，你就在这边把它打勾一下，你会发现不见了。OK， 哦，所以特别是预设值给它改一下，这是方法一。方法二的话是我那个云端上面放的，你可以在 if 里面再加一个反之 else， 反之这个地方就是如果这个条件为 true， 那就执行这个；如果为 false 就 else， 那就执行什么了？特别注意，你就把这一行哦搬到 else 里面去，这样子也可以啦。好，只是哪一种方法比较简单呢？当然应该是刚刚那个方法比较简单。然后你想说，老师你干嘛要多写这个呢？因为我主要是要顺便教各位哈，如果逻辑判断哦，如果它有为 true 的话执行，那我有为 false 你也可以执行哦。所以你可以多写一个 else。好，那这样写完之后，两个方法都 OK 哈。那我们执行一样，结果呢也会是正确的。那今天的话呢，大概哈就是把这个啊，所以我今天作业哈。就是这三个按钮加一个这个function。那记得最后呢存档的话请特别注意他问你是否存成无聚集的活跃不请按否，不要按是否的话记得什么要把它浏览改成什么启用聚集的活跃不才 OK 如果你直接存档的话，那你的 VBA 就不见了，等于你是白做了 OK， 一定要启用聚集活跃不。那存档的话呢请各位记得呢把这个最后存档的结果，它一定是有个惊叹号，记得哦，角胶是要角这个哦，不是角没有惊叹号，因为惊叹号指的是里面有 VBA 程式哦，胶的话呢是这个，另外你可能可以再确定一下检视里面有一个副档名，打勾有没有？它的副档名叫什么 ？XLSM 哦，不是 X 哦，记得不要交错了哦。上传的话记得要把那个转换成 Google 试算表那个部分要关掉哦，不然的话呢你交了等于白交哦。OK， 来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哦。那今天的话那个我们主要就是把那个151这一题把它带完哦。OK， 所以今天的话呢就有一个作业作业的话就是151刮胡自串的这个部分哦。OK。